刚刚来的时候是倒是挺孤单的，这国家不是移民国，反正我的脸中国人的，反正我只要出来的菜都是他们会认为很正宗的。当时很稀奇的一件事情，他们有很多古巴人，包括中国人，像到我店里来会从动物一样的来看。这样我觉得活得很轻松，很愉快。